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温柔点配合我，我还能怜香惜玉，不然我弄死你。喂，什么？任陈董，陈董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把你那5%的股份卖给我，那价钱不合适，咱可以商量。喂，陈董，陈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背信弃义。喂，什么？您都不支持我了？还让我立刻还钱？喂，搞什么？啊？之前收购林氏不是说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叫停？玩我呢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可能是太着急了。我就是想请你继续借钱给我，完成对林氏的收购。其实我已经完成一大半了，明天过了明天，我就彻底的搞定了。明天以后，林氏跟明德就不是敌人了，那就是朋友，就是家人。小木，是不是还差5%？你没机会了，那5%被我买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你？在你不能完成收购的前提下，宁德还将撤回所有投资。另外，合同里写了，如果你不能完成收购，将以3倍投资款赔偿给宁德。保安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放开，放开，小哥。小哥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小哥，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我一定把明德的钱还上。你给我时间，林爷我不要了，我把林爷送给你。小哥，马成俊，你用肉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再敢对林爷一丝不尊重，却饶不了你。滚！小木，你合计回来坑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小木，我记住你了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收回了对马成俊的资助。那么，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之前的承诺，回来接手明德了？答应你的事，我不会食言。太好了，那今晚咱父子俩一起吃个饭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记住你说的话，以后不准再插手林氏。王组长，你别伤心，少爷永远体谅你的苦心的。伤心什么呀？我高兴都来不及了，看到没有，我儿子，刚才终于肯主动跟我说话了。你干什么，马成俊？我说过了，我股份不卖。我今天不是来买你的股份，我想让你买我的股份。啊？你跟我外甥女儿在打收购战，你让我买你的股份，我找抽啊！那行，那这样，股份的事不难为您了，借我点钱，让我把欠明德的利息先还上。想让我帮你？那是我外甥女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背叛我的家人呢？舅，过去3年我在林氏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啊？你说的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不是神经病吗？你说，哎。
找死！我错了，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爷爷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是那个温丽出的主意啊！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听了他的撺掇，我才去收购林氏的，都是他逼我的。你之前不还耀武扬威的说要把林氏变成马氏吗？这么快就对我扬威起脸了？爷爷，明德现在让我以三倍的价格把钱还给他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明德你知道的呀，他们有一百种方法能够弄死我，你不可能见死不救。爷爷，我就求你最后一件事，一件事，帮我去给萧红说说情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让明德放我一马。什么意思？爷爷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咱们之间没有必要装了。我狗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莫是明德的继承人，我绝对不会反对你们俩，我绝双手赞成，我一百个支持。爷爷，求求你们。爷爷，求求你。爷爷，你滚吧。爷爷，我永远都不想看见。爷爷，求求你。爷爷，滚！我不知道小莫是明德的继承人。我和明德是有一些关系，但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和林氏的事。小莫，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小莫在哪儿？肖哥已经很久没来公司了。肖哥不是应该跟你在一块儿吗？大嫂，你不会跟肖哥闹别扭了吧？我先走了。大嫂，等等，要我说呀，你别跟肖哥闹别扭了。肖哥对你真的挺不错，你看我跟肖哥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没见过他对哪个女的这么伤心。你等一下。你看一下吧。3年前，肖哥知道你跟马成军结婚，满心悲伤，去了国外。他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。后来你结婚当天出了事，肖哥放弃所有的一切，毅然决然回国，就守在你身边。就连现在的这家公司，他都是为了你而开的。他就希望在你醒来的时候，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帮助你。我之前是林总的助理和贴身保镖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也想让我24小时贴身保护，是吗？这些都是肖哥收集的你这3年来所有的医院诊疗报告。肖哥每次拿到后，都会仔细翻阅做记录，他一直都在等着你醒过来。那时候肖哥每周都会去医院看你，3年来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会按时去，从不间断。有的时候，我好像不能感觉到有一个人陪着我，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能感受得到他。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，又回一句。秋天的黄叶，它们没有什么歌声，只叹息一声，飞落在那。世界而言，你
是一个人，对于某个人，你是他的整个世界。像我，原来这三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人是你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错怪你，我没有相信你。像我，你在哪儿？我想见你。你放开我！你现在就走。I'll be around.